站起来，站起来，你让后面人看看。你说全都看见了吗？那怎么今天都？陈老师呢？他是河南温县陈家坡人，是陈氏十九世。陈正雷，著名太极拳家，现任河南省武术馆馆长。陈正雷老师1958年开始学习家传的陈氏太极拳，全面系统地掌握了陈氏太极拳太极器械的技术套路、练功方法和理论知识。在1974年至1986年，河南省和全国武术表演比赛中，多次获得优秀奖和第一名，培养了大批的太极拳学生和师资力量，为河南省及全国的传统武术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。陈正雷老师多次应邀到国外进行讲学，具有很高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。近些年来，他出版了《陈氏太极拳会中》等多部著作。陈正雷老师曾经获得了十大武术名家的称号，他现在演练的是传统陈氏太极拳。
Thank you.